本期讲解一个 AI 头条全赛道爆玩玩法，一键获取复制粘贴条条爆款，每天五分钟，日入五百以上的一个项目。这个玩法集合了今日头条的所有的内容赛道玩法，如果你想通过今日头条发文章来赚取收益，这个课程就足够了方法简单易行，回报丰厚，非常适合新手操作这个赛道的话就是用 AI 来创作，无需大量的反思，也不需要编写文案，不需要拍摄粘贴复制就可以。渠道的话每日是爆款的，无论是娱乐科普还是三农都可以操作，都可以操作的事。课程包括项目的介绍、项目的准备、作品的制作、编写方法以及项目资料，包括 AI 工具、GPT 指令、封面图收益图全部都提供。这是收益图，起号还是比较快的，这是花799买的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准备工作、作品制作与发布、编写方式注意事项都有讲解。项目需要的资料有工具、指令头条限流解决办法纯原创的这个全套玩法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 AR 头条全赛道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